全身都入马了，刚才我发现了，这我们穿的那个大爷被那个马蜂追了，到这个胳膊和脸都一样，乱形的都不像一个人了，就像个海鸟、海马那样。哎呦，刚才我发现了，就是这传说的这好扰民啊，我们几个村。 做路的做干农活的时候，必须过这里。你看，那风，那马蜂啊，警戒性好高的，灵敏性。如果你侵犯到它，你的吃的兜都走了，它的船误撞出来，出击你，攻击你。哦，好厉害的！今天我终于明白大爷的那个胳膊和脸，就像那个海马那样，看着都恐怖。 但是又可笑又恐怖，好多人都说我今天就冒着胆子过来看看见了。现在我叫摄影师，是个男的，叫他近距离去，他也武装起来了，他比我害怕，我就不敢过去看了。去吧，去看看，看，就在这里，你看，看看看，刚刚下了一场雨，他都进。 蜂巢里面去了，你看，看，都那个脸呐、啊，嘴巴都出来，你看守这个门，看看看，出来一只了，你看，它又像有门卫那辆，看。 它后面都有两只在后面，手把手了。你看，看出来，它看，哎呦，你看，你看，又来一只了。你看，好像这个在门口呼叫：“快回来，快回来！”有人来袭击它了。你看，你看，好聪明的，哇！ 刚才我都一个都不看见，现在都跑回来了。你看，看，哇，出来了，哦，一只，看看看，看，都在这里守着，守着它的家园。你看。 这可能是大哥大吧，蜂王。看这个一动不动，就在门口守着，坚守岗位。 如果你再侵犯到它，它的全部武装出动，就攻击你了。现在汗的也流了，这个冷汗也出了，大汗也出了，哦，差一点被蛰到了，这个。 这马蜂窝啊，非常咬人，大家懂得用什么办法把它除掉、拿走？这前次这个大爷，我们村的大爷，就路过这里，开那三轮车，有那个锄头，把他不注意，一开就走，你不注意这里有马蜂，后来他都被蛰，追着蛰，这个头啊，就肿得像个桶一样，也害怕，害怕了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老贺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，喜欢老贺的请点赞加关注哦，下期再见，拜拜，回去啦。